有像榴莲吗？哎呀，学姐，你开什么玩笑？榴莲那么臭，对不对？你怎么像榴莲呢？所以我不像榴莲喽。妈呀，现在是演哪一出啊？这剧情太离奇，我没办法掌握啊。我哪晓得啊？你快自由发挥，自己的场自己救啊！不识货的人才说榴莲臭，识货的人就觉得榴莲又香又好吃，价钱还贵三三。学姐，你就是又香又高贵的金枕头榴莲。跟学长讲的一样，学长最爱吃的也是榴莲。难不成他觉得我也是又香又高贵的榴莲？主子，我们该巡房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去巡房了，巡房了。哎呀，不好意思，一开心就忘了要秀气了。走吧走吧。啊，等一下等一下。走吧。学姐是有精神分裂是不是啊？怎么每天干这么多啊？晨晨她真的很辛苦哎。哦，想这么多走了啦。金枕头了。血压、心跳、脉搏都很正常，引流管的状况我也帮你看过了，目前都还 OK。学长，还有哪里不舒服吗？还是老问题，就是痛。我这样子一直躺着，要躺多久啊？我的工作是运动教练，身体可以负荷吗？会不会有影响啊？学长，你现阶段会感觉到痛，也是在所难免的嘛。你再忍耐一下下。快出宫，在学长面前称赞学姐。志明学长，啊不，陈先生，你放心，我们学姐是骨科圣手，就算你这个骨头啊碎得稀巴烂，她一样让你漂漂亮亮的出院。嗯。我是吴芙蓉啊，我偏偏是这样教你的。我平常是这样教你的吗？你讲话怎么那么浮夸？哎呀，学姐你太客气了啦。学长，不好意思啦，平常要教这些学弟学妹们，难免要比较凶啊。不会，刚刚一晃眼啊。好像又看到当年的小榴莲，让我忍不住怀念了一下。小榴莲，哦，索嘎，志明学长啊，差点被你搞死啊！小榴莲，难道当年我很粗鲁哦？不会啊，我觉得你很帅气。你帅气是形容男生的耶。原来你不喜欢这样，不过。现在也很好啊，是气质名医嘛。哎呦，学长，名医我不敢当啦。不过学长，我现在来给你讲解一下手术的过程哦。我当天呢会帮你做这个复位跟内固定手术，手术的位置呢会在双侧的骨盆，还有前后臂骨骨折。我会做这个微创，还有传统的混合内固定术。微创手术呢，可以降低你这个周围的组织破坏，降低疼痛，减少出血，这样子才会恢复得快。这样子可以复原多快呢？以病人的角度，当然不算快啊。不过你微创手术后两天，你就可以做起来进食以及复健。但是出院后还是要进行3个半月的复健哦。3个半月啊，那之后还能再运动吗？学长，每个人状况真的都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平常就会提醒患者一定要有适量跟少量的活动，注意保暖，避免久坐或是久站。等到你伤口愈合后呢，一定要积极的参与治疗跟复健哦。那恢复期间呢，记得要补充营养以及减少运动，所以还是要减少运动。
学长，你现在已经是教练啦，又不是运动员，影响应该不会那么大啦。学长，你不要看起来那么沮丧嘛，现阶段健康比什么都还要重要啊。你放心啦，只要有毅力，一切一定都会慢慢步上轨道的，你不用担心，我会陪在你旁边。Oh my god， 学姐什么时候变那么温柔了？她平常不……不过很明显是真心的，一点都不会起鸡皮疙瘩哦。对啊，陈先生，我们欧阳学姐一定会给你最好的治疗。陈先生，我帮你擦擦身体哦。我来就好了。学长，我帮你擦一下身体哦。你可以不用这样子的，让你一个大医生这么做，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哎呦，学长，这小 case 啊，你不要跟我那么见外，太见外就太客气咯。哎呀，学长，是不是我们医院空调太小了啊？你怎么额头冒汗了？啊？我帮你擦擦汗。我要是被组织这样照顾，我也会吓得全身流汗的。哦，那条毛巾，那不是组织最宝贝的小毛巾吗？嗯，难不成我上次洗干净的那条毛巾，上面就是有陈先生成年的汗臭，不是汗味？那不就是原味毛巾吗？成年的汗臭，我想到就觉得恶。振作，振作，振作！现在一定要振作。主治，该给药了。我来。Stop！ 好啊，被我给抓到了吧？欧阳主治怎么可以做出这么不专业的示范？领药前怎么没有落实病患辨识制度？你怎么没有询问他的姓名、年龄还有病名就给他吃药？喂错药了怎么办呢？学妹她就像我家人一样，怎么会弄错嘛？对啊，陈正太，我……我是说，正太啊。我跟他家属没两样哦，你管太多了。嗯，家属，学长吃药喽，我帮你倒水。哎，行了。家属，他们是什么家属啊？组织说是就是，管他什么家属。执行秘书，你不是那个见风就转舵，有长期绝对不坐椅子，号称福大第一，风向球墙头草，怎么这么不会看人脸色啊？做人怎么这么难啊？以前的我，只要钻一点小小的漏洞，就被大家当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的我，奉公守法，只剩欧阳主持。没有实行病患辨识制度，反而被刁得更惨。我只想做个好人。对不起，我是警察。你无间道啊你！你现在呢，不只是个好人，你还是个笨蛋。哎，以你位高权重呢，你当然是可以指证欧阳主治。怎么不会看脸色啊？你私下指证他就好了嘛！你当着病患面前指证他，怎么不给欧阳主治面子？就是啊，子密，而且这个病患啊，是学姐现在心中最重要的知名学长。你不觉得学姐最近的打扮很夸张吗？全套洋装加高跟鞋，穿那么高干嘛？要打篮球是不是？她辛辛苦苦要盯出这么完美的形象，就是为了博得她心目中的那个知名学长的欢心嘛。好了，被你这样一搞，哎呀，
完全破功了，现在啊，完全恢复了他粗鲁跟残暴的个性。你说他怎么能不生气嘛？是不是？要是一桩好好的喜事被你这样子搞破坏啊，我看你不要说好人了，我觉得这死人你何苦你都有啊！闭嘴了！哇塞！我刚说什么？全部被你讲出来了啦！啊，各位大哥大姐，拜托，我刚什么都没说，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啊！你以为你讲的是什么大秘密呀？看欧阳处置改变的这么明显，我们早猜到了，好不好？只是没有想到那个对象是志明学长。我每天跟着，我才是最清楚的。我们处置啊，只要看到他的那个志明学长，马上就变了一个样，眼睛瞎了才看不出。对，你看他们怎么都知道啊？你还以为这是什么天大的秘密的？天大的秘密！你看。哦，都怪我最近忙着我这个致力于这个福大的改革，才会错失这个超级大八卦。哎呀，慢讲一下，那学姐跟志明学长怎么样？你不是要当个好人吗，执行秘书？还是不要跟我们一起八卦好？对啊。好，那我更正一下，不是超级大八卦。是超级大关心，是同事之间的超级大关心。怎么样，可以了？我还是不要和你打破原则好了，执行秘书。哦，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去准备帮病患换药了。吴芙蓉，我们要去巡房，对不对？哈，巡房哎，走，巡房了，芙蓉。我不知道，一个便当，我不知道。甜甜圈不知道，哈，不是动摇哎。小薇，我去上厕所啊。屋里在没人呢。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吃零食了。自从学姐有了阿娜达之后，脾气不但变好了，而且整个注意力也不在我身上。哎呀，真是好轻松啊！我真心的祝福他们长长久久，珠联璧合，早生贵子。我也希望神刀学长可以赶快找到他的另一半。阿三。你也想偷懒哈？哎呦，不是的，我是看神刀学长在失去了梦柔学姐以后，好像常常都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我希望他可以赶快找到适合的对象。哎呀，你卖 gay 了！之前你们不在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帮神刀办过联谊了啦。结果犀利的神刀一出手，众女孩们无一幸免。哇，所以是大家都爱上神刀，只是神刀不知道要选谁。怎么可能？拜托，是那些女孩们哦，看到神刀哦，每一个吓跑了，一个跑得比一个还快，好不好？所以你放心，神刀呢，他会继续好好看着，认真开刀，疯狂的磨练你们这两个小实习狗。我倒是希望他继续磨，虽然一定比较辛苦，但不磨一磨，以后怎么成为一个好医师？吴芙蓉啊，你现在轻松。以后要是毕不了业就糟糕了，知道吗？还有啊，我都是希望欧阳学姐脑筋可以清楚一点，不要一谈恋爱，不但外表改变，内心也跟着扭曲了。这种强求的感情啊，一定不会幸福的。没有那么夸张吧？谈恋爱一开始不就这样子吗？为了要讨好对方，一定都会有些改变。等到感情稳定了，就会回到正轨啦。对。对，当初杰伊跟杰克就是这样子，一开始两人闪得要命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看眼科了，结果时间一久，现在也就是这样了。吴芙蓉，可你是很闲嘛？我应该跟欧阳学姐说，多给你的功课做。好了，不跟你们抬杠了，下午还有门诊，我先过去了。对，等我，一起。我也要去准备门诊了。杰英，你呢？我下午有空档，我想要整理一下志明学长的病历，顺便写下 admission note。那你加油，我先走了，拜拜。杰英，
看来只剩我们两个了。那我去找小贝啦。Goodbye。快滚啦！别烦我。不要偷吃我的零食哦。再见。奇怪，怎么会这样啊？这不是……奇艺，你怎么了？功课有问题吗？我今天不是在整理志明学长的病历吗？我拿他急诊的片子出来看了一下。发现一些奇怪的地方，他肋骨多处，还有锁骨跟左上臂都有骨折旧伤。哇，这么多地方，他是怎么受伤的？该不会是走路 去撞墙壁吧？哎，芙蓉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过有一个人是走路走到去撞到墙壁然后骨折的案例。哎，那可不一定哦。像我就常常走路走一走就撞到墙啊，要不是因为我有一身横练筋骨，加上强而有力的肌肉，我早就骨折了。我都是挺同情那面墙壁的，吴芙蓉，因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身形巨大，动不动走路就撞到墙壁啊。哎，那会是什么原因啊？会不会是出车祸？不是车祸啦。我查了一下病历，找到志明学长之前就医的医院，刚好我一个学姐在那边，于是我就问了一下，她说不是车祸，但是真正的原因她不肯跟我说。林杰义，你竟然刺探病人隐私啊！哎呦，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太对，但是我就忍不住嘛，这关系到让学姐的幸福啊。可是你学姐说她不能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吴芙蓉，你站起来一下。干嘛？你要干嘛？肋骨、锁骨、左小臂。哦，我明白了，志明学长。是被打伤的，哇！哎，太劲爆了，简直都神展开吧！打到骨折，哎，那需要很大的力气，有可能吗？哦，有可能，一般人当然是很难，但是志明学长，你看那汗草也是相当好，对不对？要是整身黑西装给他穿上去，俨然就是个阿尼基，所以。他之所以会受伤，应该就是被仇家追杀。嗯，我进来了。有可能。嗯，不会吧，志明学长看起来这么斯文这么正派，应该不是黑道的，说不定是面临了债务危机被黑道讨债。哎，周老爷，队长呢？现在完全是天经地义啊，你今天不把钱吐出来，你看不到明天太阳。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啊！看不见明天太阳是你们呐！我的肋骨！哎呀，时珍啊，看你平常那个思想也是挺纯洁的，怎么会想出这样的剧情呢、啊？你还说志明学长正派，欠高利贷还主动呛下的人，算哪门子正派啊？可能是。电影看太多了吧？不管是黑道斗殴寻仇，还是欠高利贷，这里头每一个都是坏男人，都不是适合欧阳学姐的好丈夫。你们呐，还想帮学姐跟这个志明学长配对？要是学姐不信的话，你们全部都要负责。喂喂喂，
我才起了一个头，你们脑补剧场这么多，很有想象力嘛。现在还不知道志明学长那些旧伤原因啦。杰毅，为了要让欧阳学姐幸福，你一定要去问清楚。嗯，好，我明天就去问一下志明学长。大家都不要乱猜了，结案了，结案了。